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要教你怎么样立那个鸡蛋，它其实是一定是可以的。我万一立不起来耶，万一立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我就拍到立到完为止咯。哦，掉了，快点，再试。哎，不可能，刚才有一瞬间它是起立的，表示那鸡蛋坏了咯。不是我的手坏了。这三粒都是他在立的。哎呀，啊，你过来看。成功。